出国都会带着一个旅伴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的，虽然是有一点像花瓶一样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，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子做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明珠安排我们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在同济跟他拍了一张照片。我觉得这一个国家就是这样啊，就是政治人物出访，然后就是带着一个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正常化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象征啊。然后如果在一个女儿或者说妈妈太太，或者为人的媳妇哈，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也不晓得怎么样过来的啦，我就是或者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，就是 be yourself, be myself, 就是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你需不需要为别人改变太多，我这个样子的话你能够接受我就接受，如果不能够接受，如果没有错的话我会坚持下去，这可能是在台湾社会离婚率现在很高的一个理论。